你们这刚才干嘛呢？这是怎么这么大的土？这是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哎，来就来吧，还花钱啊？台上怎么这么香啊？于老师，哎，咱们来一回五坠子吧。哎，我可不跟你来这玩意儿了。来完这个，他们说白着呢。是，现在也没黑啊。今天是四队的开箱，哎，专场演出。德云社一共是五支队伍，是一二三四，加上我们的青年队。对，青年队常年是在大石栏的广德楼演出，久站那个场啊。一二三四呢，在四个剧场，嗯，张一元，嗯，三里屯，对。嗯，湖广会馆是，还有天桥，我们这旗舰店，嗨，旗舰店。明天是湖广，对，啊，就在我的母校对过。您的母校？我是清华的呀。哦，这地方水音重。是，什么同学？哪儿就同学啊？嗯，明天晚上在那儿是二队，岳云鹏、孙越。对，明天晚上我们哥俩也上那儿去一块热闹热闹，捧场嘛。后天晚上我们俩上三里屯，哦，三队孔云龙他们那儿，对，我们也去。嗯，再转过天来在德云社旗舰店，哎，一队，对，正好是正月十四，哎，高峰高老师他们那队，哎，咱们庆贺元宵，热闹热闹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水平一般，能力有限，是，就是除了岁数比孩子们大一点，其他的也差不了太多，哎。难为各位这么支持我们，来捧我们，来，嗯，无以为报。嗯，四队的孩子们比较年轻，是，刚才您看见了哈，嗯，那个演员叫郭麒麟，对，是我儿子，嗯，啊，今天跟儿子同台，我是，这叫什么话，这说是把我饶进去干嘛呀？他是亲的啊，我也不是干的，正经吧，哎，谁正经啊？孩子们很年轻，嗯，您各位就是捧着听，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嗯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，嗯，全凭两个人一张嘴往这一站，哎，有这个大官就这么说，没这个大官也这么说，嗯，都一样。老少爷们捧我们，对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嗯，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。哦，那有朋友说了，我不爱听，嗯，很正常。哦，也正常。你不能强求人家，嗯，必须要求人家听相声，嗯，那就不对了。是啊，你看大伙都爱听。那时候一孩子不爱听，好唱，嗯，哎，好唱哈，上来咱演个五坠子吧。哎，太好，全演五坠子，太喜欢这个节目了哈，对，解气。就是我为了这个节目救活了好几个面场，好家伙，嗯，啊，真挺好的。嗯嗯，话说来说去还是说到爱好上。嗯，哎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这倒对啊，爱听的人说相声啊，陶冶情操；好，不爱听的呢，说相声比较俗一些。哦，俗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理解角度、切入点不一样。对，你比如说演交响乐，嗯，人家能接受，就觉得哎呦真好，哦，高雅音乐。对，陶冶情操。嗯，有人说了不爱看，那也不行。你听了一晚上，也没个包袱，也没个笑料。交响乐哪有呢？你看切入点不一样吗？对，你比如说啊，嗯，我带着一个小狗去听音乐会，哦，听交响乐，是我可能听得如痴如醉。您懂啊？我带着那小狗就未必跟我想法一样，他就不懂。你看小狗跟旁边也坐着，啊啊，人家只会跟这儿，我那狗看一晚上准得纳闷。纳闷什么？这孙子还不扔？哎呀，拿指挥棒当骨头了这。切入点不一样，哎，没那么细的骨头啊。泰坦尼克号，嗯，沉船死了，对，对人来说就是世界末日，可不是吗？可是船上餐厅里边那些个活龙虾，那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吗？这个理解角度太奇特了，嗯，所以说嘛，嗯，好多事，比如说啊，俩说相声往台一站，是郭德纲剃这么一头，于老师弄这么一个头，是，但是呢。都不爱观瞻，无所谓啊，配合每个人不一样的相貌，嗯，气质，嗯，对不对？你看于老师，你就想他要剃我这么一个头得寒碜成什么样，就个人留个人的头嘛。你看我要弄这么一头烫成花似的，嗯，不得让人打死，也不至于，是不是？嗯，喜欢相声都知道于老师好烫个头，
除了您给普及的就没别人了。我是整理的。哎，整理整理总结于老师三大爱好。啊，抽烟喝酒烫头。哎呀，全知道了是吧？别这样，你们说的不齐啊。我们再来啊。于老师三大爱好是你们这有意思吗？这个非常有意思，挺好，挺好啊！再来一遍。哎呀，上瘾了是怎么着？你别拦大伙儿高兴，哦，再来几遍都行。哎，相声是越来越好说啊，只要你们表现好一点，待会儿咱们还会无休止的重复。好家伙，豁出去了啊！其实有关烫头这个问题，我跟于老师也探讨。说过这事儿啊，我们都研究过。其实过去说相声上台都是剃光头，对，哪有说这说相声来小分头啊，烫个头，这不可想象，不多见，是不是？对，中国人过去都是拢发包巾啊，轻易的没有弄头发的哦，除了和尚哦，过去说出家了看破红尘剃头了，三千烦恼丝把它剪断了，对啊，我这踏踏实实的，嗯，老百姓没有动的，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对了啊，嗯，头发爹妈给的，掉一根都对不起父母哦，所以中国古代拢发包巾，对，弄上去这儿来一个嘴儿留头，再插一什么簪子，对，都这样一直到清朝，嗯，清朝全剃了哦，对，脑门这儿这月亮门马子盖哦啊留后边啊，因为满族人进来之后异族统治嘛，嗯啊，从这个方面告诉你先得归顺。所以大清朝初年的时候有这么句话，叫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留一样，必须要改变造型，哦，都改成我们这样脑门剃光后留辫子，是，哎，你要是留成我们这样的头型可以留你的命，这叫听话了，否则的话杀头。哎呀，过去剃头的挑子上面单有这么一个，底有一腿卷上来，上面挂着，嗯，当旗杆时有这么一块圣旨，嚯，哦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后来时间长了也都把头剃了啊，圣旨没用了，就改了杠刀的布，哦，挂那杠刀布，实际过去是圣旨，这是来历 啊一点一点的，这是都得研究吧，是不是？演员在台上也是，就是找什么样的发型最适合你，对呀，不能胡来，咱们也见过呢，你比如说大长脸，长脸，大长脸就别留背头，不好看吗？脑门三寸啊，下巴颏二寸五，嚯，来大背头往后一背啊，这脸得有半尺啊，离远了一看跟仙人掌似的，好家伙，大柿饼子了啊，多难看呢，嗯，还有那个小圆脸，嗯，圆的小圆脸，嗯，我们街坊有一小姑娘，哦，那脸比番茄大点有限，呵，好，就这么点啊，脸小她有办法，嗯，烫爆炸头，爆炸头，大爆炸，当年兴这个啊，嚯，你琢磨大爆炸头里边露这么一玩意儿啊，肩膀上涂了一堆铁爆花，好家伙，那铁工厂出来的，那净这个吗？啊，咱又见了五十来岁、六十来岁，这个啊，人家那有的谢顶了，哦，秃了，秃了，这很正常啊，这很高峰，这才多大就谢顶了都，啊，高峰就是这样，就是哎，但有的人爱剃头发，哦，这都谢的差不多了啊，啊，几乎全谢光，这儿还有一撮，有点，把它弄过来，哎，弄倍儿平啊。挺好，仿佛还有，那错不了，嗯，只要不刮风没事儿。要刮风呢？就怕刮风，蹬自行车就哇一刮风，是这儿什么都没有 啊，这儿二尺跟这抖楞着，哇，啊，顺风扯旗儿，你细琢磨吧，啊，不是客气 啊，谁跟你客气？逮谁跟谁打招呼在这儿？对 对，这是招手吗？这啊，我琢磨是那个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弄头，我这头其实当年我也留过这样的啊，也这样过小分头，我也留过，哦，我要想留头发我估计有一个月我就能留成这么长，这不头发长得快，其实留短头发特别难弄，是吗？我几乎一两天就得刮一回头发，哦，要不长得特别快，是啊，这个那会儿留什么三七的四六的啊，分头四五五五的啊，中分分的倍儿细致哈，各式各样的，啊，这么分那么分，反正老得弄头发，这，啊，不好看，时间长老觉得就剃了吧，哦，我媳妇儿给我在家剃头，现在熟练掌握这门技巧，都行了啊！剃这脑袋有个三五分钟就剃完了，嚯，这么快了！哎，当年可不行啊！当年我说你给我试试吧，嚯，赶上我，你来剃吧，瓷儿花哟，血就下来了，破了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怎么了？撕点报纸贴着，
拿报纸粘瓷儿花，没事，刺啦啪，又粘一块瓷儿花啪，还有瓷儿花啪。嗯，照镜子一看呢，怎么样？我这脑袋跟小金钱豹似的。嘿好，改季反喜了啊！嗯，你知道的还不少啊。后来我说别撕了，啊，你有整张的报纸吗？咱包一囫囵个的，没听说过啊。或者看周围没人，你一刀捅我得了。熟练工种，慢慢就行了。嗯啊，谦儿哥其实小的时候也留过那个小平头、小分头，都试过。现在岁数稍微大一点，他为什么烫头？就是头发稀。对了啊，折折丑。后来他自个儿也照镜子，你看我陈冠希，你我这个哎，头发稀，陈冠希干嘛？是是，陈冠希，别含糊，头发稀，那头发稀啊。头发稀都塌下来了，是，哎呀，大伙说吹鼓了他吧，对呀，啊，然后烫一烫，蓬松点，站台上好看，哎呀，省点事儿，挺精神。小的时候没有啊，他比我大几岁，我们小时候你听过小小子烫头吗？谁拾到头发呀？不可能，那会儿就是小孩们一天到晚的一捂四脖子汗，流着头发都那样支棱着，也不要好。对，小时候头发还长虱子呢。那时候脏啊，那会儿净这个。当年不是现在，家里边说洗澡就洗个澡，是是，洗澡你不得上外头洗去吗？很不方便，家里边还得做水，弄个盆洗头，麻烦。对，弄弄净孩子这长虱子，很正常。那就没人管，一长虱子就知道这人是个孝子啊。这都不挨着您这，嗯，这长虱子跟孝子有什么关系？你太孝子了。怎么呢？长虱子，他上学校，他跟同学们顶牛玩，你怕吗？来，咱哎来。这一般啊，传的都是啊，啊，大孝子。不，这跟孝子有什么关系？他爸爸剃头的。我给我爸爸这揽买卖呢。啊，长一脑袋虱子都剃头去。不紧吗？剃上面家去，上家。他爸爸高兴，给人剃头，哦，三毛五毛收，挣钱了，啊。过去没有现在这个，就是你们常去那个什么，嗯，发廊，谁常去的那地方？不是，你们现在烫头不都去那个洗头房什么？不，就没有，不去，不让去了。美发厅。哦，美发厅。哎，这个名好，这个名好啊。后来改了这个名，不至于让我们联想，啊，哎，对，就是当年都是剃头棚子嘛。对，他父亲小的时候学徒不就是吗？嗯，没有说一上来就让你拿着脑袋剃的。哦，那会儿学徒也不容易，跟说相声一样。怎么？什么叫学徒？给师傅家先干活。那是说相声过去一见面都问给师傅干过活吗？嗯，扫地、做饭、买菜、看孩子，给师娘看孩子呀，这都过程，让干嘛干嘛，必须有这一关。对，说我在师傅家没干过活，哦，你甭吹，你不是说相声，哎，没得过真传。所以到现在好些徒弟们就以当初在家给我看过狗为荣。哦，净这个吗？看过狗，我给师傅喂过狗。是啊，我给师傅喂死过三条，啊，哎嚯，杀手嘛，这不啊，就各种各样的呗。 啊得给师傅干过活。哦，在家里边天天跟人忙活，这叫学徒。对，剃头的也是如此。嗯，那也不是说来了去给剃坏了怎么办？剃坏了，哎，师傅给挂一大冬瓜。哦，冬瓜上面有白霜。对呀，啊，哎，像他爸爸小时候都拿剃刀先刮这霜。哦，把这霜刮下来了，哎，而且不伤冬瓜皮，这算学会了，见功夫，拿这练。嗯，这小一年才给人剃呢。您瞧瞧，他爸爸跟我们聊过这事。啊啊，老头说，你们可不是当年我们受那个罪，我们小的时候啊。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，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妈呀，这样。这你父亲老头他这手这样啊，老掐着刀嘛。哦，有这手势，那会儿可不容易了，不拿刀就别这样了，就是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我们都不信，啊，是真的吗？嗯，他妈大茬，可不真的吗？什么味儿这是？哪有胡子呀这？别甩了，这就，嗯，哪有胡子呀？刚洗完这头发，老太太。头，哎，这不能让我爸给刮下去，这个，嗯哼，老太太头头头发啊，当年可不就那样呗，是吧？啊，刮上了这，没有这样，刺痒刺痒，那会儿就这样，刮冬瓜，给冬瓜剃，这儿保不齐啊，正练着呢，师娘那儿喊着，哦，干活去，哦，买菜去，嗯嗯，拿着刀，当，这是剁在冬瓜上，哦，干活去，干活去，回来再刮，接着来，这儿正弄买菜去，有事儿，当。多少天天这出老有事儿啊，嗯，偶尔也能干上回活啊，那就试试。老大爷某人来了吧，嗯，剃头，嗯，剃头，师傅没在，徒弟给来，哦，徒弟说我没来过，嗯，我就试过刮冬瓜，还，哎，一样来，手主顾怎么都好，有这个坐着吧，嗯，你爸爸给人刮瓷儿下来了，高兴啊，嗯，行，头发下来说明手艺会了，挺好啊，高兴。师娘那儿还买菜去，嗯，真麻烦，大货
这就多上了，血都下来了啊，那还不破了，撕报纸往上贴。哎，这啊，所以说过去这不容易，那是啊，都是手艺，所以说到现在您也理解一下于老师烫头这个事啊，这给您解释解释。哎，三大爱好嘛，这是第一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是第二大爱好。您还挨个品的是怎么？你看看，我不提醒你都忘了吧？谁呀、啊？来，我们告诉他，他有三大爱好，分别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真瓷实啊，各位！你看这，嘿，这哪儿啊？我们这儿比划，然后你问我什么时候扔啊？没听说过。抽烟，反正我不是特别的支持。您不喜欢这个？烫头就烫了。嗯，抽烟少抽。因为抽烟啊，这到肺里边之后，人说那个肺最后都得那样，反正没什么好处，挺难受的。嗯、你花这个钱多冤的很，真是，是不是？毁身体。比如说您到那个美发洗头厅，然后什么词儿啊？这是不是我没记住？你说那个那什么美发洗头厅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您这个我没出去，这没有别的范围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咱们重说啊！啊，咱们重说。你到每日洗头厅那个？没问题，就是美发厅，就是你上那儿去，最起码烫烫头，捯饬干干净净的，精精神神的啊啊，还有情可原。是，你说你一天到晚你弄根烟跟这儿吧唧吧唧的，这嗯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就不好听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好抽烟。过去来说，当年老先生戏班的，尤其说相声，好闻鼻烟。鼻烟，哎，往鼻烟抹在这儿了。哦，后来咱看电视剧，还真有那个恶霸什么的。是是，地痞流氓闻这个、嗯、鼻烟啊。嗯，前门大石栏有一个买卖叫天惠斋，哦，那儿的是最好，专卖这个。过去戏班的老先生们就上那儿买去。哦，真有那个瘾大的。哦，烟瘾大。怎么大？一进门把脑袋搁在柜台上。哦，一个鼻子眼装一斤。这嚯，多大瘾呢？这太好闻这个了 啊！后来我们上四川演出去。他还买那个大竹筒那个玩意儿，那叫水烟，装上水一抽，咕噜噜咕噜噜噜，对，过滤也不怎么个没法，是吧？也是抽呗。他抽那他也说不过瘾啊，啊，咕噜噜咕噜噜噜，抽完了把管一拔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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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喝了吧那水，啊，喝完挺过瘾啊，那是过瘾呢，挺过瘾，没事还自个儿买烟叶，自个儿卷，那叫卷大炮，啊，对对吧？旱烟，我可看过他们那个，麻烦着呢，是吗？好烟叶买来之后得晾。哦，对，里边得撒香料，那就加工一道啊。还有搁红葡萄酒的，加味儿有吧？有有有。撒糖的，对，哎，往上面撒好东西，嗯，说抽着香，哎，改味儿了。咱也不知道怎么个好法。哎嘿，单一路。对，他媳妇儿也不支持他，这谁也不支持。你想啊，白糖、葡萄酒往上倒，啊，他媳妇儿过日子多细啊，啊，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。哎，什么品性这是？知道吗？嗯，哎呀，撒可惜了的白糖。他媳妇偷着给他换孜然，孜然，嘿，孜然，好弄好，他也不知道，嗯，不知道卷吧，嗯，卷完抽身上啊，齁扇气，齁扇气的，好孜然，哎，站在门口抽两根，小孩们都过来了，啊，还有大腰子吗？哎，好，拿我当烤串的了啊，烟少抽，哎，尽量不抽，尽量少抽啊，还有您的第三样，啊，还是，你看你又忘了不是？于老师的爱好是？我记着呢。这俩钱算花值了，哎，你这过瘾来了，听完相声回家嗓子都得哑了，哎，啊，你们还得纳闷干嘛去了，啊，喝酒，酒要少吃，啊，是要多吃，哎，也不能过量啊，别喝太多的酒，是啊，酒好多种，啤酒，嗯啊，白酒，是黄酒，哦，啊，红酒都有，当年好像对红酒咱们差着，不怎么喝那个，那会儿净说喝色酒，果酒，山楂酒，葡萄酒，对，其实来说我有朋友，嗯，酒厂的三精兑一水，什么怎么意思？糖精、色精，加上这酒精，哦，兑上水，调完之后搁上香料，就是酒。你说什么味儿的？红果的，哗，红果的。哦，哎，葡萄的，哗，葡萄的。哎，带鱼的，哎，没听说过。啊，腰子味儿这都有。哎，好，什么味儿这都有啊！现在大伙儿就提倡喝点红酒。对呀，啊，哎呀，把红酒说的也很玄，养生啊。这瓶好家伙啊，1862年的。啊，这瓶2074年的，哎，没到呢，这个，啊，印错了，印错了，哎，印错了，像话吗？印错了，嗯，就是早先咱们也好上这个当，啊，谁送？哟，这瓶可了不得，这瓶得8000，嗯，这瓶得如何如何？后来总出国演出，就有朋友一说，咱才知道上当了。怎么呢？外国人说你们净瞎喝，你们是垮有钱，垮有钱的，哦，胡喝。
外国人喝酒遍地都是酒庄，是这一家晚上到吃饭的时候，这桌上摆红酒就摆好几种，哦，没有贵贱之分，就是以口味来标准。哦，爱喝什么红酒没有牌子不牌子，那都骗人。哦，哎，就这个季节收的这几百斤葡萄做的酒，我喝完了，嗯，我可能觉得好，嗯，我就买一批存着。哦，就是如此，就是口味的问题。嗯，我好喝这就喝这个，不好喝就拉倒。全家人喝酒，各选各的口味，没这么贵。后来外国人不学坏了吗？啊，这些个酒都运到中国去。哎，好嘛，他们很有钱，也喝不出好坏来。哎，这好什么人呢？这都拉咱们这儿来了 啊！所以国内也别喝这，你也闹不清真假。也不是口味。其实于老师自个儿在家做葡萄酒做的还真不错。我会这个啊，他给我做过好葡萄酒，榨出汁儿来，搁上白糖，然后发酵。对对对，喝那喝着真正经那个橘子味儿。没听说过葡萄酒做出橘子味儿来。可能做的时候掉里边橘子了。嗨，不是味儿，真挺好的。还是啤酒。嗯，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谁家刷浆什么才喝点啤酒呢。那请客打那个零的是吧？对对对 对， 对，打零啤酒，后来出了大瓶小瓶的，啊，罐啤，这您都能喝吧？我都能行。啤酒能喝多少？喝个几瓶没问题。好家伙，你真行，还行吗？看着都是醋的很。啤酒这么一大瓶，你喝完你胀得很吗？有时候也胀，别喝太多。哦，嗯，白酒您是最喜欢的？那我是常喝的。有时我特别不理解，尤其喝啤酒啊，嗯，夏天挺热，完事来瓶啤酒，凉凉快快挺好，多好。这个吃完了饭上酒吧喝酒，这是为什么？那就为过瘾呗，聊天呗。在哪儿喝不过瘾呢？非得上酒吧喝去？那啊，这都是你带来喝酒的。你跟我去一趟，你就全明白了。不去，害怕。害怕什么呀？这个哪天我请你啊。哦，真的我请你啊。您也有熟的地方没有？我打算开一个啊。喝完就也那么喝。那当然大瓶小瓶的喝啊，一直喝。好，他是真没少喝酒，也没少上酒吧玩去。嗯，那会儿我就问他，你台上问台下我也问他，嗯，酒吧干嘛？他说玩骰子啊。对，玩牌是聊天是说话喝啤酒是吧？哎，喝这瘾真大啊，好这个瘾真大。那天谁跟我念的？于老师，嗯，酒吧里喝酒，就是认识不认识都能聊天。当然，就坐这就可以说话啊。人对过来一姑娘，您能跟人聊天？那当然啊。嗯，几点关门？啊，对，现在来得及。哎，回来，哪儿啊？就走啊？不是，跟您这男女都得聊呗，都可以聊啊。跟男的可不可以聊天？当然也能啊。这不就得了吗？对呀，啊，不要想的这么龌龊啊。您就跟男的聊，那我不就白去了吗？哎，这嗨，还就不是你跟男的聊不聊？都聊啊。还是的，他也不是不跟男的聊。是你管他三十五十八十的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这么大岁数。我就说这个意思，人允许不允许人家来喝酒，对不对？谁都让进啊。他也不是不跟男的聊天。对呀，啊，对啊，来。请您一瓶来喝啊！人家对过男的，来来来，喝，你十个我十个，你二十我二十，你三十我五十，喝呗啊！聊着，我姓于，嗯，于谦说相声，我姓于，是您的贵姓？嗯，人家哎，真巧，我也姓于，嘿，你看姓于啊，哦，真好真好，五百年前是一家啊，不是吗？我北京人，您呢？我也北京人啊，就对，哎呀，来来，再来十瓶，再来十瓶，又喝，哎，真好真好，嗯，这个住着远吗？嗯，不远，就天桥。哎呦，真巧，我也住天桥。你来了，喝，再来来十个。哎呀，旁边服务员看着，嗯，于谦跟他爸爸又喝多了。好家伙，这还聊这么半天，啊，好喝酒。那越聊越近了，这个。啊，好酒啊，有时候在后台喝酒啊，在后台，嗯，演出结束了，我们一般演完十一点多钟，啊，有的时候得吃夜宵，哎，得吃点，外边吃，要不就买点东西。后台，嗯，德云社后台，他好喝点。对，有孩子们给他开车，他也不担心。是，喝点，喝完就。你喝多了都没个人样，真的。哎，这喝多了都这样。我特别怕他喝酒啊，因为他喝多了，我得送他回家。要孩子们送我回家。现在我们这是，他那个徒弟是我干儿子，所以孩子们我也不放心。嗯，不放心啊。那个有一回我记得，那会儿还没搬开呢。当年我们俩住一个院儿。哦，住一个院儿那会儿就是喝多了，送他回家吧，扶着，别喝了，没事，抱进去啊。这都睁不开眼了。哎呀，扶着吧。哪屋还知道吗？这知道，掏钥匙。嗯，啊，进屋。你看，嗯，我说没事，你非不放心。哦，进我们家，你看，啊，来进来吧。你看，这我们家客厅是吧？还认识。厨房在这边啊，厕所在这边。很明白。你看，嗯，卧室
知道。衣柜啊，床不用介绍。您睡觉呢？喂，你、啊、你女的我媳妇儿，那男的是我。什么？没听说过。就是当年哪年也不能干这事儿啊。灯一亮，嫂子跟男的起来了，愚人节快乐。没听说拿我当傻小子了、啊、是怎么的？还是我们祝贺哦、哎、啊于老师睡觉、啊、告诉你，再许个愿吧、啊、你起个誓吧。啊，赶紧告诉男的快走就是出去了啊，这恶心了。后来我让他给我开车、啊、没听说过。啊，好喝酒。其实这喝酒非得有人勾着啊、哦，自个儿一个人喝不了这么久，哦，就一个侯震，嗯，侯震就是咱们刚才说的，就躺他们家床上这人，没听说，一侯震一孙悦，嗯，大胖孙悦，哦，这俩人勾死鬼，老叫我喝，老叫他喝啊，但是这仨人到一块儿呢，就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，怎么？谁花钱结账？都不买单、啊。你看，举个例子啊，啊，平时谦儿哥好让人上家去请客，家里来喝茶来，哦，家里大茶海。这么大紫砂的茶海，嘿，做好了各种杯子啊，嗯，大杯小杯壶啊，什么茶宠啊、嗯、温香杯全套，哦，哎，来坐这儿，哎，打开罐儿的锡纸包，嘿，打开之后拿出这高碎来，你先等会儿吧，罐儿里边锡纸包包着高碎，高碎好高碎，哎，好高碎不如这包装值钱，是吧？包装是捡来的，哎，这嗨，我们跟后台喝铁观音那包装的，太会过了。哎呦，你喝高碎，满天星嘛，啊，来大壶，咵，得吸这个，开水冲，不能蓄水啊。仨人喝这个啊，其实就为了耗着，喝差不多，你们就回家吃饭去了啊。对，可您琢磨那两位能上这儿来，就是为了吃饭来的，啊，就奔着饭来。喝差不多了，嗯，仨人最后你也不花钱，我也不花钱，嗯，又都好喝酒，是好喝点白酒，嗯，就得出去上饭馆蹭去。上饭馆怎么蹭啊？你瞧这三位能力大了，怎么蹭 啊也无论哪家小饭馆、啊、推门就进，哦，这就进来了。你瞧这屋里边吃饭的人很多 啊看哪桌菜好，捡好的。于老师过来了、嗯、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什么叫来晚了？罚酒一杯啊。哎，这就喝一杯、哎、侯震过来，我罚三杯。哎，好，他酒量比我大、嗯、孙胖子后边还跟着呢，我罚一碗炸酱面。没听说过有罚炸酱面的吗？吃饱喝足，仨人走啊、哦！这桌吃饭都傻了，嗯、端着杯、嗯，这几个孙子谁啊？哎，孙子，这就骂上了。啊、经常这样啊，有的时候这屋吃完上那屋去，哦、还串。你保不齐这桌没吃到差不多的东西就轰出去了。哦，是不是、啊？别的旁边那屋小饭馆吗？嗯，那回可出了大笑话了。怎么了？吐仨人这趟街吃饱喝足了，挨个吃都撑着了。哎呦，顺着长安街由东往西，就走到八宝山附近了。火化厂啊，三人走那儿，嗯，走到这儿人有三级了，就，哎呦，赶上了，吃太多了，啊、连吃带喝凉啤酒，哦、这一道聊天喝这风，肚子里边直咕噜，不好受，这可怎么弄啊？嗯，三人想方便、哎，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啊，天子尚且避醉汉，哦，啊，这皇上都不跟喝醉的人打练练，别较劲啊、嗯，这仨人走到这儿想方便一下，哦，你想啊，哪儿这么容易就找一公厕所呀、啊？啊，这三位著名演员。最后没辙了，得了，找一黑旮旯吧。没有三级啊，方便一下，仨人都蹲那儿了。嗯、啊，孙胖子、孙悦是最快。哦，接完手站起来，我走了。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擦呀？哟，忘脱裤子。哎，好，省两道程序。嗯嗯、再见。哎，就拜拜吧、嗯。把裤腿扎好了，回家了。呵，哎呀，别甩别人一身、嗯、啊。走了，剩这两位，嗯，于老艺术家，侯老艺术家，别艺术家了，这就、啊、这边蹲一个，嗯，这边蹲一个，还对面，啊、嗯，咱们好像没带纸，哎啊，没带纸、嗯、啊，于老师一想，哎呦，坏了，真是我也没带纸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侯爷这怎么办呢？嗯啊，侯爷想半天，像话吗？嗨，就别叨唠了，这就。侯爷聪明，相声世家，怎么办了？把这裤子脱下来啊！把内裤脱下来，这干嘛用？拿内裤擦。呵，这擦完一扔，穿上裤子啊！于老师，你穿几个裤衩？没听说过，谁穿六个裤衩啊？像话吗？没完没了。
穿一个，你有你自己的。啊，于老师舍不得，可不是吗？因为大伙儿都知道，啊，于老师穿的是毛线的裤衩。没听说，您这前面没说还勾这个？有以前听过的。毛线的，第一个是太太给织的，有纪念意义。哦，第二毛线那容易弄一手。哎呀呵，太难受了。怎么办？一回头，八宝山附近嘛，啊，居民楼边上，嗯，有那个花圈。哦，不知谁家死人掉那儿了，这方便。花圈上撕了把纸，擦干干净净的，嗯，提身裤子回家了。我这最好。两位到家就睡觉了。那是啊。你想啊，醉了。嗯。楼上楼下，转过天来，这俩人的媳妇儿。在楼门口遇见了，那很重要。侯震的媳妇说：“可坏了，怎么了？侯震有外遇了？怎么见得呢？半夜回来，裤衩都没了。好家伙！”于谦的媳妇说：“于谦回来倒是有裤衩，那就好。屁股上加个条，写着‘永垂不朽’。”